本期精彩看点：预防骨质疏松不可一概而论，医生建议预防骨质疏松要从现在开始。两个年龄一样的老年人，一个呢骨骼正常，一个骨质疏松，两人同时不小心轻轻滑倒，带来的后果可能就不一样了。女子减肥半年反而胖了10斤，医生建议要注意自查。这回我才知道，原来李女士这体重从55公斤增长到60公斤，竟然是得了甲减。视频中的大葱，网友实际测量高2.07米，这根大葱的坐标地点是山东章丘。一包白菜，一捆葱，欢欢喜喜过一冬。挑大葱有方法，囤大葱有讲究。精彩内容马上开始。养生路上不彷徨，朋友圈里找秘方。大家好，我是您养生路上的好朋友白羊。陪看病帮挂号，我来陪诊，面面俱到。大家好，我是专业陪诊员小鱼。哎，在生活当中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过，您或者您身边的人有没有出现过年龄大了，这身高啊变矮了的情况呢？这是自然变化必然的规律吗？那么我告诉大家啊，其实不然，很有可能是一种静悄悄的疾病正在发生，那就是骨质疏松症。那么我给各位圈友啊准备了一张图片，大家可以一起看一下。左边呢是正常的骨密度，右侧呢是骨质疏松的状态，一对比就显而易见了。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啊，两个年龄一样的老年人，一个呢骨骼正常，一个骨质疏松，两人同时不小心轻轻滑倒，带来的后果可能就不一样了。老年人的骨折有30%都是因为骨质疏松造成的，而且呢往往就是一个轻微的外力，比如说打个喷嚏啊，拎个东西哈，拎个日常的买个菜啊什么，就肋骨骨折了，腰椎就压缩性骨折了。等症状加重，比如说疼痛加重了啊，或者是卧床了，可能才知道啊，原来我是骨松导致的一个骨折。所以呢我们说骨松呢是一个静悄悄的老年的慢性疾病，也可以说是一个寂静的杀手。医生说，因为骨质疏松在早期只有轻微的腰酸背痛、下肢酸软无力的症状，常常被当作衰老的正常表现，从而没有引起重视。骨质疏松实际上与骨量的流失有关。40岁以前，人体骨骼中的骨量逐渐增加并趋于稳定。40岁以后，慢慢进入骨量丢失期。骨质疏松有重女轻男的特点。女性在进入绝经期后，由于雌激素快速下降，骨量流失加速，所以女性患病率远远高于男性。骨折是骨质疏松的最大危害，也是老年人致残致死最常见的原因。骨松呢是可以预防的一个疾病，实际上从我们青年开始就早发现、早预防、早治疗，就像储存钱一样，要把我们的这个骨量在我们年轻时候就要储存够，到老了就不容易发生骨松或者是骨松导致的骨折。进入30-40岁，我们就要注意饮食当中的补钙，多喝牛奶，多吃富含钙、低盐、蛋白质丰富的均衡饮食，适量晒太阳，对预防骨质疏松有帮助。同时要避免过量饮用咖啡和碳酸饮料等。因为这些饮料当中，这些饮品当中，它含的咖啡因含的单宁酸，那么也含的一些草酸它会导致我们的这个尿钙排出增多，钙储备不够，就容易骨质疏松加重。所以这一部分饮料也不是不能喝，就是我们要适量，比如说咖啡每天控制在3杯以内茶水呢就是稍微清淡一点，不要太浓那么建议呢像可乐啊这些高糖饮料呢也是要适中。医生提醒，抽烟、饮酒、熬夜会抑制骨细胞活动，建议中老年人戒烟限酒，并进行缓和的有氧运动，例如慢走、慢跑、太极拳，在运动过程中注意保护好关节，避免摔倒。小鱼看来这个骨质疏松这个补钙它是非常关键的，但随着我们年龄的增加，这个骨量流失也就加剧了。单纯从饮食上补钙，其实并不能达到这个骨骼所需要的钙含量，而是呢需要这个额外补充一些钙剂。但是呢在生活当中，很多这个老年人那是天天吃钙片，骨量呢却依然比较低，
背后的原因很有可能就是钙它没有补对。嗯，小白，咱不有句俗话说得好吗？凡事啊不能一概而论，这个防治骨质疏松也不能够一概而论。很多中老年朋友早早就开始补钙，各种类型的钙片都吃过了，但是几年之后呢，还是发生了这种骨质疏松。那么于是啊，不服老的朋友们继续补钙，在这个补钙的路上是渐行渐远，这补钙大军呢越来越壮大。就这样，周而复始却又收效甚微的补钙，一茬一茬的继续下去了。嗯，哎，说的非常对啊。我跟大伙说啊，我手里呢有一组数据，50岁以前，成人每天元素钙的所需含量为400毫克，50岁以后啊，需要达到800毫克，65岁以上骨质疏松的人群可以达到1000到1200毫克。钙呢没有补对，要么就是补钙的量呢不够，要么啊就是这个补钙的剂型不合适。那么如何正确补钙，我们继续去听听专家是怎么说的。医生介绍，50岁以前，成年人每天钙元素所需量为400毫克，50岁以后需要达到800毫克，65岁以上骨质疏松人群可以达到1000到1200毫克。钙没有补对，要么是补钙的量不够，要么就是补钙的剂型不合适。像我们平常说的，大多数钙是碳酸钙低酸，那么没有胃酸，胃不好的老年人他吸收就非常低。胃酸缺乏的老年人，第一，补钙的时间要掌握在餐后或者睡前哈，我们就建议要不就改成这个柠檬酸钙或者紫烟酸钙，还是要根据老年人的各方面的机能情况来选择一个含钙量适合的，还有含钙剂型合适的这种钙剂来补充。钙的吸收离不开维生素 D 的帮助，维生素 D 缺乏人群还需要额外补充。成年人每天维生素 D 的推荐摄入量为400个国际单位，相当于10微克，50岁以上为15微克。维生素 D 和钙的种类比较多，最好在医生的建议下选择。同时，50岁以后每年可进行一次骨密度检查，如果出现骨质疏松症，要遵循医嘱进行规范化的抗骨质疏松治疗。补钙补D只是一个营养基础治疗，那么我们抗骨松的药物啊，有抑制骨吸收的药物，也有促进骨形成的药物，所以我们要3种药物3管齐下。三种药物三管齐下，那在这个日常的饮食当中，我们可以多吃一些，比如说牛奶、酸奶、绿叶蔬菜、豆制品当中的钙，它含量啊都是比较多的。维 D 呢主要靠晒太阳产生，那么在这里呢要告诉大家伙啊，这隔着玻璃啊晒太阳可不算数，不想把这个脸晒黑的，咱也可以把手露出来。那中午后呢，咱们晒晒手，晒晒我们的后脖颈，哎，也能够起到补充维 D 的作用。同时大家呢也可以吃点，比如说啊这个海鱼啊、虾呀、蘑菇啊、乳类等食物。这个维 K 呢一般是在这个绿叶蔬菜、发酵食物，比如说这个纳豆以及牛奶、鸡蛋当中，它的含量那是非常的多的。小雨，我跟你说啊，现在人就是看手机、看电脑，那已经成为大多数人的常态了。那么从这个早晨一睁开眼睛到我们晚上睡觉闭上眼睛，这个用眼量那是非常大的。所以很多人呢会经常备一瓶眼药水，但是您的眼睛适合什么样的眼药水，一天滴几次，大家伙都了解吗？小白，我还看到很多网上的这个圈友啊，就不少是因为这个使用眼药水不恰当而使眼睛更加难受的，咱们一起去听一听。第一方面是眼睛干涩，第二是不愿意见强光，不愿意睁眼，看电子产品一两分钟眼睛很干难受。街坊李先生表示，他的眼睛是在今年年初开始感到不适，起初以为是眼疲劳，没有想到用了眼药水之后反而愈发严重，到今年6月份去医院检查后才发现是患上了干眼症。对此，有医生表示，在发现眼睛不舒服的时候，请勿自行前往药房购买药水，最好是先去正规医院做个检查。如果出现不舒服，还是要到正规的医院去做检查，那由医生来判断是炎症引起的呀，还是什么眼病引起的呀，还是这个疲劳引起的呀，然后从而再进行下一步的处理，看使用哪种药水。医生介绍，眼药水可分为抗真菌类眼药水、散瞳类眼药水、治疗类眼药水等不同的种类。
而大家对于眼药水还存在着比较大的误区，例如滴眼药水是否可以治疗近视，很多人都是一知半解。那我们眼药水呢是不能治近视的，不能够治疗真性近视的，应该说因为呢我们的近视大部分都是轴性近视啊、哦、那轴性近视呢就是眼球的前后径增长了，大家看，这是眼球的前面，这是眼球的后面，就是说这个前后径比正常要增长了。那增长了以后呢，那我们不管你滴什么药水都没有办法再把它滴短，所以说呢是不能够治疗近视。但是我们有一些眼药水它能够帮助缓解近视度数的加深，就是说它可能够让近视度数加深的慢一点。那各位街坊在滴眼药水的时候又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呢？我们建议呢是拉开我们的下眼睑，然后眼球向上看，我们把这个眼药水滴在我们的结膜囊里面，这样滴进去哦，那有很多人呢是直接滴在眼球这个黑眼球上面，那滴在眼球上面实际是滴在这个位置啊、哦，那这是我们的角膜，那角膜呢它是富含有丰富的神经末梢，是我们三叉神经的末梢，所以它是非常非常敏感的，那直接滴在上面就会人就会觉得比较刺激哦，那我们滴在结膜囊里可能会感觉会更好一点啊、哦，更容易接受。在这儿啊我就给大家演示一下，首先呢我们要拉开我们的下眼睑，眼睛呢要向上看，把眼药水呢滴在我们的结膜囊内。与此同时呢，在选择眼药水的时候呢，也要尽可能的要在专业医生的建议之下购买适合你自己的眼药水。让老慢支告别咳痰喘，让哮喘慢阻肺不再反复发作。健康朋友圈联合燕都呼吸病医院共同打造让爱呼吸公益活动，详情请咨询024-2283-7999。中医传承，匠心悠远，高真堂传承国粹，弘扬中医药文化，创新理念技术，全生命周期诊疗养一体，医疗连锁，对常见病、慢病、疑难病，未病先防，预病防病，以病防错，预后防复，一人一方，辨证施治，造福百姓，助力健康中国梦。大医精诚，良医好药方显效，熬制浩繁医人心，高真堂道地药材秘法炮制，好医好药好高方，提高诊疗效果，为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到的是健康朋友圈节目，我是主持人白羊。如果大家呢有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024-2318-6065向我们进行咨询，我们这里有千位准医师来为您答疑解惑。小鱼啊，现在呢天气已经转凉了，那又到了我们大家伙最喜欢贴秋膘的时候了。嗯，看来呀、啊、来点什么火锅啊油炸的高蛋白的这个时候我最得意了。小鱼一看平时你就没少吃，我跟大家伙说啊，虽然这美食的诱惑呢让人无法拒绝，但是吃完之后为了保持身材，一些人啊也在疯狂的减肥。那么但是啊，在这儿你要提醒一下减肥一族，不要为了短时间内快速的瘦下来而走了弯路。另外呢，对于自己的身体状况你要有一个全面的了解。杭州的李女士在半年的时间里吃得少运动多，晚上也从不吃夜宵，她尝试了各种减肥方法，但体重不减反增。于是李女士到医院就诊，医生检查发现李女士患上了甲减。甲状腺激素呢，是我们人体新陈代谢调控的最重要的一个激素。那如果她的这个激素水平不足的时候，那我们的新陈代谢呢就会变得很慢。然后呢这个因为新陈代谢变得减慢了以后呢，就会导致我们所有的这个系统和器官，就全身所有的系统和器官，它整个的这个功能状态都变得低下所以病人呢就会出现这个体重增加的这种情况。医生表示，日常生活中甲减的患者症状表现为代谢率慢，包括下肢水肿、乏力、犯困、怕冷、反应慢等，当身体出现无缘无故的肥胖就要注意了。
那么这些水肿，就是水分的大量在体内的堆积呢，也会导致病人的体重增加。所以甲状腺功能减退呢，本身它也是引起患者体重增加的一种疾病。那么如何预防甲减呢？对此，医生建议要注意自查，尤其是甲状腺功能的检查，可以每年进行一次。对于这种慢性病，应该是这个定期的常规的健康检查是非常重要的。这回我才知道，原来李女士这体重从55公斤增长到60公斤，竟然是得了甲减。哎，你看，平时我们认为啊，一般人都会得这个甲亢，但其实呢，在生活当中，甲减患者出现的比例同样也是很高的，属于常见病症。那么由于甲状腺激素分泌不足，身体代谢慢了，消耗的能量也就变小了，那么多余的能量呢，被储存起来，导致脂肪堆积，同时导致体内的水分和这个钠盐在体内不正常的进行聚集，这个时候啊，人呢就会出现浮肿。所以说甲减呢会表现为体重上的增加了。那么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准备一组问题，那么如果在下列的问题回答当中有5项或者5项以上视为是，那么说明你啊就有可能患有甲减，建议到医院咨询就诊。一，感到疲乏，常常犯困，体力和精力不足。二，大脑思维迟钝，注意力很难集中，记忆力下降。三，体重增加。四，皮肤变得干燥，指甲变脆，灰白易折断。五，常常觉得冷，即便其他人觉得温度适宜的时候也如此。六，情绪低落，抑郁。七，代谢慢了，有时候会便秘。八，肌肉骨骼僵硬疼痛，手感麻木。九，血压增高或心跳变慢。十，胆固醇水平增高。哎，小鱼，平时我们在和大家伙斗嘴的时候，有没有听到过这样的一句话？哎，你算哪根葱啊？你还没有我家那葱高呢。如果你也听到过，那大家伙咱先别生气，问问对方的家，他的家庭住址在哪儿。如果啊他是山东人，那咱就心服口服的认可这句话吧。真有可能咱没人家葱高呢。视频中的大葱，网友实际测量高2.07米，这根大葱的坐标地点是山东章丘，而现在正是山东章丘大葱喜获丰收的时节，随手摘一根大葱都一眼望不到头。这根2.07米的大葱还不算是最高的，2020年章丘葱农苗发勇种出了2.532米的大葱，打破了吉尼斯世界纪录。看完山东章丘的大葱之后呢，我现在呢也走上街头，我去看一看哈尔滨的大葱它有多高。我刚才呢走访了多家售卖大葱的商贩，也对这些大葱的身高呢进行了测量，发现呢大葱的平均身高呢是在1米左右。像这个葱吧，就是说的跟别的那个水葱品种不一样，这个属于咱东北的旱葱的，但是过冬的时候它能过冬，冬天能冻住了。而到了冬季囤秋菜的时候呢，大葱呢可是家家户户必囤的食材。今天买了几捆？以前买两捆，冬天贵。一到这个季节呀，大家是你一捆我两捆他三捆的把大葱啊往家里抱。但是在你选购这些大葱当中，都是能过冬的大葱吗？您会选择大葱吗？你看这个位置，这个位置对，这个段要是硬是它就能过冬。日常生活当中把大葱买回家之后，您知道如何去保存它吗？买了吧，你就搁在凉台上就行，就敞开口，它这不是一捆一捆的绑着吗？一捆一捆的你就晾开就行。啊，就把这个塑料袋里揣上。对，这葱它冻了没事，热了不行。咱要是冬天的话，尽量就是这样，是不动，把这绳打开，把这个就是叶子基本上就不用动，放到阴凉处，别让它跟太阳硬晒，让它阴干，别让它晒干。让老慢支告别咳痰喘，让哮喘慢阻肺不再反复发作。健康朋友圈联合烟都呼吸病医院共同打造让爱呼吸公益活动，详情请咨询024-2283-7999。铁棍山药粉条太好吃了，炖猪肉炖鸡肉炖鱼肉，想咋炖就咋炖，
炒酸菜、炒白菜、炒芹菜，想炒啥就炒啥，不含胶、无添加，就是健康，就是营养，就是好吃。三斤超值家庭装，40多块钱包邮到家，就是便宜，就是实惠，可劲儿嗦了，可劲儿造，仅限7天，快来抢购吧！中药精粹，膏方精粹，2022北方膏方节，弘扬膏方文化，传承国粹精神。扶正气，平阴阳，调脏腑，一口膏方一两斤。健康朋友圈，名中医云集，五行六节化膏方。还有多彩线下活动，邀您品特色膏方，听进补妙招。慢病调养，选好膏方。2022北方膏方节，金秋十月震撼启幕。2016年的时候，有一个去嘉县锻炼的机会，肯定是打着背包就去。他们怀着热血而去，扎根扶贫，无怨无悔。我自己能帮助别人多少就做多少。后来是3年前就回来了，这会儿在里头弄了个农家院。他们满腔热爱而归，在美丽家乡挥洒青春的汗水，在田间，在山头，在晨起，在日暮，只要我们肯艰苦肯干，那么什么东西都是有的。在与贫困交锋的每一次对抗里，在与老百姓的每一次微笑里，他们用脚步丈量人生，他们用奋斗迎接曙光。无奋斗，不青春。真是一包白菜一捆葱，欢欢喜喜过一冬。屯足您家的冬储大白菜、冬储大葱，感受冬天的温暖，欢欢喜喜过一冬吧。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到的是健康朋友圈节目，我是主持人白杨。如果大家呢对健康方面的问题有什么疑问，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024-2318-6065向我们进行咨询，我们这里有千位主医师来为您答疑解惑。咳痰喘规范治疗是关键，沈阳燕都呼吸病医院专注于哮喘、气管炎、慢阻肺等呼吸慢病的精准治疗。好啦，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想健康就到圈里来，同时更多精彩资讯请下载北斗融媒客户端一起来收看。明晚